呢，我要一份这个炒烩面。哎，好的。啊，是怎么卖呀、啊？10块钱一份。好呢。咱这烩面是手工的呀，手和的面。哦，自己手和的面呀。啊，是筋。那肯定超级筋道。它这个一份里面是两片面，三片面。对，这一片面是3两，三片面都9两了，9两，将近1斤了都。啊。不是，东边做点啥的吗？啊，不是。哦，这里面也都是羊肉汤是吧？对。它这个面肯定很有味儿。再灌一点凉水。起锅烧油，把鸡蛋炒碎，这个比较少了，加入豆芽、生菜，下入煮好的烩面。已经习惯了，上个盐撒。哎，果然。好家伙，满满一大盘。第一次吃炒烩面，味道还不错。